欢迎各位再次收看《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》，这是我们1897集的节目。胡夫汽车又要来降低大家智商了啊！这一期的话呢，我们给大家分享一款起源系列的周边产品——终极能量科博文。这个也是我们的好朋友中华影月兄呢，所这一次呢，他又提供了非常多的起源系列的玩具啊，真的是万分感谢他的这种支援。那我们呢可以把这个起源系列的玩具呢做一个更加详实的记录。而这个 OP 的话呢，体型非常的大，终极能量它的体积大小的话呢，绝对比现在的 Leader 级还要再大上非常的多，但这恐怕也是它唯一的优点，就是一个字，大啊。那它的载具形态的话呢，可以说是相当的好听一点叫做外星风格。因为它的没有错，起源系列的 OP 呢，确实是两侧呢有一个比较突出的这个前轮的位置，但是呢，不管怎么样，这个比例大成这样的话是不太正确的。那后面就是一个脚完全竖立在后方，这就更不用提了，拳头也完全都暴露在外面。滚动性呢倒是非常的好，如果说价格合适的话呢，其实它是一个蛮解压的一个玩具了啊，分量呢也是非常之足够的。而且它的一个车头博派的标志在这个地方啊，其实也还是有它的一定的看头的。领导模块的话呢藏在胸口里面啊，那这个拿出来的话呢是比较紧一点。我们先把这个领导模块呢给取出来给各位做一个展示啊，一样啊，只有做一边的造型，另外一侧的话呢就没有了，晶莹剔透的啊。那么车型的话呢就没有什么好特别提的啊，武器呢可以完美的收纳在这个腿部中间。那我们就来示范一下它的一个变形过程。那么呢人变车的话呢，我有做一个小短片，一个竖屏的一个小短片哦，各位可以去看一下。那是我最近的这个算是我摄影的一个女弟子吧啊，是她最近的话呢会跟我来录很多的变形金刚开箱。好，那这个腿部的话呢，这两个地方解锁开来之后，我们呢把这个手啊从这里，从这个地方回旋上来，这个地方回旋上来，回旋上来的时候呢，必须先把胸口给打开。胸口打开的情况下呢，这个地方推进去，它有一个凸跟凹的结合，在这边把它给扣进去。扣进去之后的话呢，再把胸口呢盖下去的时候呢，胸口会跟这个凸啊做一个结合啊，必须要这个样子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扣法。这边 loss 掉了，这边好，这样子才能够完全卡住，这样手臂的变形呢会比较完整。然后呢，将这个胳膊的话呢转到一个合适的方向，头部的话呢直接翘起来就可以了啊，翘起来，然后呢把这个头呢旋转180度。那这个下半身的话呢先把它给分开，分开的情况下呢再来旋转这个部件啊，然后呢再把它给盖回去。但是盖回去之前的话呢，我们可以先把腿给打开，斧头的话呢拿下来啊，收在这里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啊，千万不要把斧头收在你的胯下啊，可能会有这个断子绝孙的一个危险啊。这个一站起来之后的话呢，发现哎，这个身高啊是不是有点离谱啊。那我们就把这个镜头的话呢给稍微我直接的再调高一点点。好的，它的一个总体身高的话呢会超过，我觉得应该有，我们先对比一下好了，这个是15公分的尺，所以它应该有将近应该有25公分左右啊，是一个体型非常非常非常高大的玩具。那它的变形已经变完了啊，站起来就没事了啊。后方的话呢也是制冰河吧，令人丧心病狂的一个空洞在这个地方。后面呢给各位看一下也是刻线来讲都是比较糊一点啊，内侧一样有非常多的一个空洞。那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可动的部分，首先头的话呢是一个球形关节啊，左右转动没有问题。它的眼睛的透光算是比较好的，手臂平举没有问题，二头肌一样可以手臂可以360度的转动，二头肌一样可以转动，手肘弯超过于90度啊。腰身的话其实卡死，把这个地方解开是变形的需要，所以它严格来说是没有一个腰转的。那脚就是前后踢会卡住，侧踢没有问题，膝盖大概弯大约90度，脚踝的话呢有一定的一个基本的可动。好，那它的武器，这个斧头的话呢，它这里的话呢有一个像是手动，就是一个冰霜的感觉啊，应该是玩具本身就有吧，应该不是中皇影月兄自己弄上去的。那这个能量那个领导模块可以附在上面啊，一样可以握持在它的一个手上啊，没有问题啊。这个斧头其实在电影里头的话呢
出乎意料之外的重要啊！以前我们都觉得它只是一个普通的能量斧，但在这部这个起源的电影里面呢，它这个斧头几乎是啊成为至尊之后的话呢才会拥有，而且可以发射飞行道具啊，终于有一个这个蓄力攻击的一个感觉，就是一个就主打一个大，没有其他，真的没有什么其他亮点的玩具了啊啊，顶多吧，就是说可能这个胸口啊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透明部件，看上去比较剔透。那今天的话呢，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